直以来，不管是范杰自己还是其工作室，所有人都保持着沉默的态度，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就在粉丝比较苦恼的时候，前几天范杰工作室忽然有了新工作，工作室连续点赞了两条微博，这两条微博全部都是范冰冰粉丝团发布的。工作室点赞的第一条微博是一个公益活动，第二条微博则是蔡依林的专辑《我》，看似毫不相干的两个微博，但当网友看过内容以后，瞬间有一种感觉，这是范杰在向外界诉说自己的心里话。范杰工作室目前没有什么动态更新，但是在几天前工作室悄悄上线点赞了两条微博，这两条点赞的微博全是出自范冰冰粉丝团，看样子范杰的工作室还是在继续工作中。点赞的这两个微博很有意思，他们好像说出了范杰想说的一些心里话。首先，工作室点赞了一个公益活动的内容，发起者全部都是范冰冰的粉丝，这是工作室对粉丝行为的一种鼓励和认可，同时也是向外界传递出一个信息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公益是范冰冰一直不忘的工作。点赞的另一条微博是一个蔡依林的专辑《我》，同时还分享了一段话语，人们处于范冰冰之身，明白她，了解她，曾经爱过，恨过，也放下过，只有这样才能有一颗感恩之心。这些话语耐人寻味，我们要好好琢磨一下其中的意思。从点赞的两条微博看，很多网友都感觉这些微博是在帮助范杰自己诉说心里话，这是工作室认可的两条微博，同时也是范杰自己认可的两条微博。这两条微博的内容就是范杰现在最大的心里话，范杰到底何时出现谁也说不准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粉丝们没有忘记他，他也记得粉丝，无论到最后是一个什么结果，